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彤彤。手没事吧？这个东西你用了几年了？啊？彤彤，你干嘛要玩火啊？我想给妈妈做白粥吃。妈妈什么时候要吃白粥了？谁让你做的呀？彤彤以前生病了，妈妈给彤彤做白粥吃。现在妈妈也生病了，彤彤也要给妈妈做白粥吃。彤彤，这么做很危险，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，听到了没有？彤彤，妈妈是大人了，生病了可以照顾自己的。彤彤，你是小孩子，你不可以用火的，这样很危险，以后不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彤彤已经长大了，可以照顾妈妈了。彤彤真乖，妈妈知道彤彤很能干，可是以后在做这种事情之前，可不可以跟妈妈说一声啊？彤彤知道了。去，去拿点烫伤药去。我走，爸爸走。彤彤，去拿药。我没事的。可是你的手。彤彤，给爸爸抹药。好。彤彤，去换件衣服，衣服都弄脏了。好。哦，我去换件衣服。Thank you.